这水都快变成热水了。嗯，班长什么时候对吴佳怡这么关心了？那个班长，您看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能横跨跑道，要不然你们从别的地方绕出去。跑道是环形的，从哪不是横跨呀？哎呦！那你这干嘛？过来搭把手啊！ 哦，哎，对，对不起，同学，走吧。洗澡的时候伤口一定要保护好，不要进水了啊！哎呀，哎，啊，那不是陆一白吗？好帅啊！这膝盖破了，可不容易好，平时少走动啊。一白。 辛苦了。好，叫我陆一白。哦，啊，那班长，待会儿麻烦你再送我回趟教室吧。我还有执勤，先走了。我好像也要执勤。啊，等会儿我找人替我。好尴尬。